一个男人穷啊，不可怕。就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如果你要跟我离婚的话，我想要这个房子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反正嘛，如果你给我机会，我就会好好的那个，为了你，为了孩子，我，你就再相信我一次吧。为了孩子这么多年，你也没怎么管过孩子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。这么多年你都话都说得那么好，但是你从来都没有一件事说兑现过你的承诺的，你还要我怎么跟你说呢？我受够了你给的痛，最后就像是一个梦，梦里的我不懂，痛不过是亮灯。谢谢两位啊，我真的一点都不痛，我真的不需要你懂，来请关门。